怎么了？他不是说要大家在这里集合吗？我也不知道。这里怎么那么暗啊？哎，我知道了。那个小家伙一定是想让我们体验那些当时候的情景。啊？你是说他要把那个幽鬼仔引出来？老大，这里有这么多人在保护你。啊！幽鬼仔！啊！ 我刚才走过的地方就是阿良走过的地方。我说的没错吧？他就是想模拟一下当时的时。